你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邦文，你是玛丽亚。最近受到很多朋友们的关心哈，说现在情况比较危险，然后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首先在这里谢谢大家的关心，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然后关于大家的问题哈，我想说明的我想说明的是，发生战争的区域在阿尔塔，对，没有在埃里温。然后埃里温现在呢情况非常的稳定，然后各方面都井井有条的，没有出现哄抢啊，还有混乱啊，游行都没有的，没有。 对，大家也都很团结，没有任何的情况。对，还有很多朋友问我，汪汪你怕不怕？怕不怕？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哈很难回答，因为我现在回答怕与不怕其实都不是准确的，因为我觉得只有当炮弹落在你前面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你怕不怕。对，只有当真正的敌人，小朋友摔倒了，只有当真正的敌人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才知道你有没有勇气去保护你的家人。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问怕不怕这种都是没有意义的。不知道，不知道啊。然后我们就说一点日常的事吧。对，然后现在天气渐渐转凉了，不知道成都的天气怎么样。 Since I don't know how it's going to be the weather. Yes, yeah, I can feelYes. 然后他爸爸说想给我买双袜子，我就很好奇 why 为什么要给我买双袜子呢？不知道。然后这边的一个说法就是，当天冷的时候，你想让你的身体变得暖和，首先你要穿一双很厚的袜子。对，这个有点像我们中国的那种寒从脚下起的那种感觉啊。They teach same. 嗯，对对对，不一样。嗯，然后妈妈也每天早上问我，你睡的被子冷不冷，需不需要加？但是昨天 yesterday yes, I feel cold. Warm. Yes. 所以说今天我会跟妈妈说我要加一床被子了，有点冷了。然后妈妈 shopping. 然后今天妈妈说她很喜欢跟我一起购物，因为玛利亚和姐姐都不喜欢和妈妈购物。对，只有我现在很喜欢和妈妈购物。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喜欢在超市里面找一些便宜的吃的。 My mom happy because you agree to go shopping with her. Yes. Say, oh, I love one very much. 因为我们喜欢去超市里面发现一些既便宜又好吃的东西。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我过来之后哈，第一个肯定不能给家里面增加负担，第二个肯定要多给家庭分担一些压力。所以说我特别喜欢每天特别喜欢每天送完面包之后，然后delivery after delivery yes go shopping 我就跟妈妈说走我们去超市买一些吃的。走。然后今天我就发现了一个巨便宜又好吃的东西，鱼子酱。fish.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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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对 you, 对 baby. 对，才10块钱。对对，才10块钱200克。然后今天我就用鱼子酱夹面包吃。Yes, my mom eats without butter. And my clothes is you.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大家看得出来，看。这个衣服是我今天建议他穿的，我觉得他穿着比我合身。这个裤子也是我的，我才来亚美尼亚的时候，玛利亚就说这个穿起来像女孩子穿的，穿在我身上。Yes, like girl. Yes. 然后我就说好吧好吧，既然穿着像女孩子，我就给你穿吧。谢谢谢谢。然后他就穿着非常好看。Beautiful. Beautiful. Thank you. 好看。Good look. Yes. Look good. Yes. 对。对。
对 Thank you very much Uncle and Austin 行谢谢兄弟们谢谢兄弟好吧今天就先到这儿吧线下了吗线下了再见再见